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2月6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正月十三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Hello， 师傅你好。你好，弟子给师傅观世音菩萨请安。谢谢。师傅新年快乐。啊，新年快乐。祝师傅身体健康。不，等一下，我上去。Kevin， quick。喂，师傅啊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了，谢谢，感恩师傅啊，请师傅看一个87年的虎男的，87年的老虎男的，对，师傅，他的那个他控制不住念头和眼睛的光，是不是身上和头部有灵性啊，师傅？有啊，有哈，嗯嗯，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83张，83张，嗯。那师傅需不需要念礼佛呀？要。那礼佛需要多少遍呢？一共56遍。56遍。好的，师傅。师傅想再请问一下，就是说他想换一份合适他的好工作，没有经济压力，又不影响出国参加师傅法会和念经度人。请问一下师傅，他什么时候可以找到？几年的啦？87年的虎男的。87年的老虎。87年的老虎是吗？对，师傅，87年的老虎。嗯，要4月份的。嗯。4月份哈。嗯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，它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呀？花斑虎啊，花斑。花斑啊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请师傅再看一个2014年属马的小男孩，他呢是什么问题呢？是那个腹隔膜。出生的时候有点突出，医生说呢，6岁以后还没有长好的话需要做手术。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5岁半了，目前还没有长好。同修想问师傅，需不需要做手术？腹部隔膜是吧？嗯、对，师傅。几年属什么呢？2014年属马的男孩子。2014年属马的。嗯。2014年，避开4月份不要动手术。避开4月份哈、嗯，好的。动不是要问动手术会有些麻烦，嗯。好的。那师傅，这个它是属于自身的问题呢，还是灵性问题呢？看看啊。嗯。几年呢？2014年属马的小男孩。啊、哦，前世的，前世。哦，前世的。嗯。哦、前世的他，有一次，我是看到他穿过那个火圈吧。嗯，他可能有一个坐骑，就是坐骑啊，就是他的、啊、骑的那匹马，嗯，后来被烧死了，嗯，哦，嗯，他是骑着这个马的，去玩、哦、玩跨火，也不知道是玩那种跨火圈，就是啊、哦嗯，嗯，听懂吗？知道了，师傅、嗯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他需不需要念小房子呀？他要的呀。那师傅需要多少呢？要96张呢。96张，然后呢，做手术的话避开4月份，对吧？对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请师傅最后看一个盲人同修的女儿，她的名字叫刘东文，对，刘东，东呢是东南西北的东，文呢是文化的文，刘东文，女的，18年往生的，师傅已经读了100多张小房子了。嗯，不行啊。那不行啊，那师傅在哪里呢？在地府啊。啊，在地府啊、嗯、那师傅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能帮助他呀？瘦的一个女的。嗯。个子也不高。是，师傅。看看再给他念78张吧。好的，师傅。感恩师傅，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，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。一直很痛苦的一个女人，嗯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嗯、师傅，他原来是基督徒，他原来是。哦，怪不得，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要求求南京菩萨了。求求南京菩萨，好的。好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他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，他们的问题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再见，保重好身体，再见，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叔叔。啊。喂。白家师傅，哎、啊，我是师傅，嗯，啊，
你好。啊，他妈的！妈的，还关注着我。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师傅。哎。再帮我，帮我看一下71年的猪。71年属猪的是吧？嗯。嗯嗯。男的女的？我自己。啊，你要当心哦，你头上有灵性哦，你现在有点忧郁啊。嗯，让我，你现在有点忧郁，听得懂吗？有点，有点忧郁啊，什么事情都想不通啊，不开心啊，嗯，是的，这个情绪是怎么样来的？就是这个灵性啊，在你的脖子上，在你的头上呀。嗯，要多少间小房子？65张啊。嗯嗯，师傅。嗯。放生是吧？放生倒无所谓，放生120条鱼就可以了。师傅你看一下我的血液，我突然那个血小板，我看看血小板减少。你不止血，牙龈出血不止，全身无力，是什么原因？哦，你还缺铁哦。嗯。嗯。突然。你现在一个呢，自己要看医生，要吃点药。另外呢，你要念小房子要念到大概先念32章。针对这个血液问题是不是？对，32章小房子之后呢，可以停大概一个礼拜之后，还要念56章。嗯嗯，好吧，嗯嗯，师傅，嗯，师傅，我是针对这个血液病，我现在在吃中药，可以吧？中药好像止不住哎，嗯，止不住啊？哎，你要吃哪方面的药啊？我觉得你应该去看西医哦，这个毛病中药很难调治的，嗯。看西医就用我。我做那个骨质穿行穿脉，穿骨血检查。嗯，这是比较麻烦一点。你等等啊，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下。71年属猪。你第四天，你今天跟我电话打完的第四天。嗯嗯。好吧，你自己。嗯。好好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会可能会。菩萨会来给你加持一下看病，你先然后给你加持一下之后，你可能血液方面的指标会有所好转，你先跟医生说西医吃点药好吧。那好吧，西医他不肯跟我开药，他说要我住院输那个血小板和那个做骨髓检查。你现在晚一点去做这个，你中药先调理一下试试看吧，如果有菩萨保佑看看会不会好起来，好吧？中药中医的话你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吧，好吧。嗯，师傅，我针对这个血液病，我许了医院，许了给自己念小房子和地婆。你自己的业障啊，你上辈子的杀业呀。上辈子的杀业啊。嗯，你上辈子杀了很多动物。嗯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。你好好的改呀，要念多念礼佛，好吗？多念礼佛的话，你才能消掉这些业呀，否则你消不掉的，明白了吗？礼佛，我是消除我的杀业，还是这样？对呀，你不要说消除杀业了，就消除你的业障嘛，就好了吗？嗯。好吗？师傅，我还可以问一下，帮别人问一下可以吧，师傅？你讲吧。因为76年属龙的，看他的有身上有没有灵性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，有没有下？76年属龙的是吧？嗯嗯。哦呦，哎呦，这个人。这个人也是被灵性啊控制了，现在。他有没有有人给他下降头啊？我看看啊，没有没有，
他要叫他不要，叫他不要，不要去搞这些零零那个晶晶的东西啊，明白了吗？零零晶晶是什么意思啊？零零晶晶嘛，不要去找巫婆啦，不要在家里放一些事物啦，不要去找那个通灵人啦。哦，是的，他好像有人说过，他也好像去过一。对呀、他就是找了之后才会这段神经兮兮的呀，明白了吗？他要小房子要多少？放生。小房子啊，放生啊。小房子要多少张啊？小房子要慢慢念吧，先念56张吧。然后呢？放生。然后要念解结咒10000遍。你化解，叫他化解跟他身上那个灵媒的一个业障。我叫他听录音。好吧。放生要多少啊？放生350条。哦，他身上的业障比例是好多。27。哦。好啦。师傅还可以问一个亡人吧。你讲吧，快点吧。2005年去世的一个叫汪，12000的汪，双是两个柚子，两个柚。万双。清就是三点水的清。清，干，清洁的清是不啦？哎，三点水的清，哎。万。双清。万什么清啊？双。是吧？万双清。两个又他已经念了，他们家人给他念了600多间小房子，现在在哪里？我看看啊，已经很恭喜他了，在阿修罗了。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不知道，不一定念得上去了。他这个人应该到天界都到不了，他有杀业。他们家就不要，都随缘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叫他随缘吧，不一定念得上去了，能够到阿修罗就蛮好了，好吧？好了，给人家念念吧，给人家说说吧，好了啊，好。师傅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要师傅背。乖一点啊，乖一点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师傅新年好，新年好，保重身体。再见啊，再见。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，喂，师傅你好。弟子向弟子向你平安。讲吧。师傅你好。你好。不，请问可以看我的父亲王仁乔宾红龙川的图腾吗？可以啊，叫这个王仁是吧？对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乔宾红龙川。洪水的洪，光荣的荣，川金字旁带四川的川。啊，洪荣川，金字边旁一个四川的川是吧？对。洪荣川，什么时候过世的？12月11日，2019年。哦，你爸爸个子不是挺高，但是人蛮精神的，长得。他个子就算1.74米大概左右吧。对。感谢。他很厉害，他已经在观世音菩萨前面的那个莲花池里了。很厉害的。你爸爸人挺好的，很勤快。一辈子不敢得罪人的。对。听懂吗？好好的修啊，明白了吗？师傅还需要小房子吗？不要了，蛮好。什么经文都不需要了是吗？我觉得你要是再给他念一点点礼佛大忏悔文也是可以的，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，讲明了要给你父亲，好吗？
明白。你父亲一辈子人勤勤恳恳，做很多善事，在感情上呢，唯一的有一次就出过一次轨啊，嗯，就有一个女人很喜欢他的，嗯，啊，嗯，对，对不对啦？嗯有一次，有一次逃都逃不过，这就是为什么要给他念礼佛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好吧，其他的倒没有什么，他这次是你们给他念经超度啊，各方面都不错的，你们给他推得很高，而且他自己人也是挺好的，嗯，好，好吧，好了，师傅。还可以问过一个亡人吗？嗯，讲吧。黄迎风，黄色的黄，银色的银，凤凰的凤。黄迎风。外婆，我的外婆。黄迎风，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啦？很少，很。黄迎风。哦，白头发。对对，哎，白的蛮厉害的，个子不高，嗯嗯，鼻子蛮翘起来的，鼻子有点翘起来，对对对，鼻那个眼睛下面颧骨有点点高，嗯嗯对对，嗯，黄迎风还需要多少张？我看看啊，他在哪里啊？黄迎风，阿修罗，嗯嗯嗯，他好像学过其他法门的，过去在师父学心灵法门之前，他学其他法门的，嗯，他年纪很厉害啊，对对，嗯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还需要抄得更高吗？如果你们愿意跟他念86张小房子，有可能到天界。接你，好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他走的时候啊，他这个脚啊关节非常不好。而且呢，对对，关节他就是到了走的之前呢，他就是走路都不大好走了啦，听得懂吗？对对对，哎，听得懂，哎，好，好了，嗯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好，感恩师傅，好，我们爱你，啊，谢谢谢谢，我们一定会好好修，好好修，新年快乐，啊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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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嗯，好，最后一个吧。嗯，那打进电话也不容易，再加一个，嗯，好吧，嗯，但是他们没挂的话就麻烦，没办法了，没挂，嗯，我再给他们10秒钟时间，啊，跳不进来我就没办法了，好吧，因为不能影响后面的节目。19、27，跳进来了。喂，你好，师傅你好，哎，赶快讲，师傅吗？加出来的，赶快讲，哦，赶快讲。啊，好的，我想问我自己，95年属猪的，95年属猪的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95年属猪的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啊，有点闪灵哦，嗯，腰很不好，啊，你的腰很不好，啊，缺钙，缺钙，牙齿都不好，关节也不好。哦嗯，哦，好的，可以分比例吗？一到比例。我看看啊，你嘴巴离话筒远一点，声音不大清楚。嗯，好。业障比例是吧？95年属猪的。啊，对。对。哦，恭喜你了，23。23，啊，你这个人守戒守的蛮好的，没做什么坏事。嗯。哦，对。嗯。我想问这是普通的颜色。什么？普通的颜色。啊，几几年属什么？95年属猪。95年属，还是属于白的，偏白的，嗯。白的。你要记住啊，你的咽喉部位非常不好，喉咙啊，嗯。嗯，对，就是我的背部还是很。啊，你的。背嘛有点酸痛啊，然后喉咙嘛干呐，啊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对。哎，逃不过的，都看得出来的，好吗？嗯，感恩。
他也在念着一个我妈妈的嘛。你妈妈？你妈妈几几年的？属什么的？70年属狗的。想看什么讲吧？看身体。70年属狗的。关节不好，关节不好，关节不好，腰不好，腰不好，胆也不好，胆呢、啊、胆不好啊，在右边呢、啊、吃东西右边会胀的，你去问他好了。还有颈椎不好，左手左手肩膀痛，他骨头麻痹，很多毛病了，明白了吗？叫他不要经常，叫他不要经常怀念他自己的过去。不要怀念自己过去。他过去，他想到过去，他会不开心的。对，有，肯定有的啦。好啦。刚才的骨头颜色呢？月光比例和骨头。几几年属什么呢？70年属狗的。图腾颜色是白狗。哦，业障看看，24，他想问人哈，可是听不清楚哎，小丫头。他想问那个莲花号码。听不清楚哎，嘴巴离得远一点呐，你这个破电话要去换一换了。对不起。听也听不见。Hello。听不见呀，你这个沙沙沙的啊。话筒出问题了。对不起。好了好了。我想问那个。好的。感恩师傅。新年快乐。好了好了。祝师傅身体健康。好的好的。感恩。话筒去换一个，喇叭出问题了。好了，再见。好的，感恩。感恩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